师傅，能不能送我们两个人去火车站呢？两个人呀，送你400吧。什么？400？你是不是黑我呢？这里很偏的，根本打不着车。对了，这小女孩怎么了？她呀，是我女朋友，在朋友家喝多了，我这不接她回家吗？大白天的喝成这样。对了，你还走不走啊？行行行，赶紧走吧，不给你磨叽了。这次又能大赚一笔了。喂，刘老板，又搞到一个新鲜的，20出头，价格好说，现在可以让你验货，我们老地方见。好嘞好嘞。师傅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啊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马上出发。帅哥，我这车不知道怎么了，打不着火了，你能下去帮我推一下吗？这车好好的，怎么说打不着就打不着了？是这样的，这个车呀，年限久了，老是犯毛病。小伙子，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，小心我让你难看。别走别走别走！刚才那个人一看就是人贩子，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正义会迟到，但是永远不会缺席，好人一生平安。